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9年11月2日，初冬的上海，虹桥街道古北社区市民中心会议室里暖意浓浓。一场行政处罚法修正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正在热烈进行。傍晚时分，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会场，和大家亲切交流，把讨论推向了高潮。这样我们今后每一个立法啊，都是有一个很扎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民意的基础，这是一个民主的充分的体现。我们这种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啊，为探索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道路啊，继续啊做出贡献。虹桥街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重要理念，这是党领导人民发展民主实践的经验总结，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进入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翻开新的一页。本台消息，自4月15号起，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正式启动。开展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坚持。2022年4月，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官网、新闻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出《我为党的二十大建言献策》等专栏，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一条条来自基层的金点子，通过网络直抵中央，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854.2万条，通过网络，开辟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联系的新渠道，人民群众建言更直接，参与更广泛，表达更充分。实际上，早在2020年，党中央就通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征求“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智慧。他叫李电波，网名云帆。2020年8月，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提出了互助性养老的建议。我一直在想探索这个，就是农村这个养老问题，但是就说这个互助养老模式的话，还比较切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年轻的有能力的那个老人，他可以照顾帮助那个年纪大的，就是说能力相对弱的那个。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关乎14亿多人民幸福生活。
为起草好“十四五”规划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地方考察调研，访农家、进企业、查民情、问良策。2020年七月到九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七场专题座谈会，听取各领域各阶层人士意见建议。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扶贫干部、农民工、快递小哥、网店店主等都积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2020年十月26日，党的19届五中全会召开，研究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1年三月11日，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网上征求意见，在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历史上是第一次，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参与，网上留言有100多万条，有关方面从当中整理出了1000多条意见建议，其中网友云帆提出的建议被正式纳入十四五规划当中。哎呀，没想到，真的感觉很意外，那种建议都被中央采纳，党中央切切实实在为群众做规划，在为群众的利益谋长远。Attention, go！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党和国家制定实施“十四五”规划，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事人民管，人民的事人民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块重要基石。在中国，民主就是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哎，我们问你话说，我们小区档次已经蛮高，我们的管理如何提升？大家提出你们的想法。就是四周都是店面房嘛，那么油烟问题怎么处理？大街上的路灯现在属于。2022年2月16日。浙江温岭太平街道方向里举行了一场品质管理民主恳谈会，一个多小时的恳谈，业主代表围绕小区亮化、地面充电场所选址、邻里公共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30多条意见建议。施工单位、物业公司、有关职能部门现场一一回应、一一承诺。这些事看似很小，但恰恰是这些小事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距北京前门不远的草场社区是北京老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有大大小小460多个院子，居住着约2500人。胡同里的各种大事小事都在小院议事厅讨论后拍板出炉。从城乡社区里的村居民议事会、村居民论坛、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到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进社区，从小院议事到板凳民主，从线下圆桌会到线上议事群，中国人民结合具体实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管用的民主形式。
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不仅让中国人受益，也让在华外籍人士对中国民主有了更真切的体会。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有11个国际型小区，居住户数近3000户，外籍人士近6000人，涉及76个国家和地区。这是社区杨居民月度议事厅的会场，28名外籍居民代表齐聚一堂，他们针对社区事务各抒己见，交通信号灯、垃圾分类、社区二手市场等身边事被提出解答记录。Democracy means respecting th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of a country, allowing governance to grow and flower in its own indigenous conditions. The Chinese governing system has proved much superior in delivering results over the last 40 years than the Western style democratic system.鞋子合不合脚，穿过才知道。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2021年11月5日，市北京市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投票站，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后，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据统计，我国本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共有超过10亿的选民参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到2022年6月底，我国有全国人大代表近3000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277万名，5级人大代表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其中直接选举产生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有262万名，占总数的94.6%。人大代表充分发挥根植人民的优势，反映人民的呼声，让人民所思所盼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直达政策决策。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来自大兴安岭的林场工人、全国人大代表周一哲向他汇报了林区的新变化，并提出了2条建议。第一条呢是林区的应急防火公路建设，第二条呢是这林区电信普遍服务试点这个建议。总书记听完以后呢，最后说各部门、各部委要加以重视，逐一解决。周一哲代表提出的建议，推动着大兴安岭林区的真实变化。新修的防火应急道盘旋在林区山间，一条条新建光纤让越来越多的林场有了 4G 网络。一位普通林业工人直面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意见建议，并转化为决策，造福于百姓，生动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含义。请允许我代表羌族儿女向上吉祥的羌红拉进来路。
将你惊现花貌，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最美好的祝福。这十年，习近平总书记53次下团组，同许多代表面对面倾听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并将其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用，召开党的历史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史上第一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一项创新。2015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全国设立了3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辐射带动全国设立了509个省级立法联系点，近5000个社区的市级立法联系点，极大拓展了基层群众参与国家立法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和内涵。我们最基层的老百姓来参与立法，听听我们老百姓的心声，我们觉得啊，很接地气，很民主。从我们老百姓的需求传到我们全国人大，确实这个立法点呢，确实非常增加我的这个主人翁的意识。这幅名为《初春》的大型油画，生动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族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共商国事的历史场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直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2012年12月24日全天和25日上午，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轻车简从，一一登门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大计。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国计民生建言献策，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创新实践之一。近年来，外卖餐饮业持续快速发展，在方便人民群众生活的同时，也存在着安全监管的现实问题。2020年6月19日，一场关于完善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的讨论，在13届全国政协第37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现场热烈进行。我同意更多的餐饮业商户，但是我觉得他们需要拿到食品经营许可。有些原则我要讨论，比如说是不是线下安置。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关系呢，没有理据。12位委员与特邀代表在现场，近60位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实时交流互动，你一言我一语，碰撞交锋，这样的场面在140余次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屡见不鲜。
近年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是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重要方式。2021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为期5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这是继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之后，多党合作服务国家中心工作的又一新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设计科学，运行有效，帮助国家更好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这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族地区的重要实践，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党在领导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项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亲自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新疆工作座谈会、西藏工作座谈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上新台阶。56个民族，党中央提出来的像16子一样的抱在一起。西藏，苍翠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全新的复兴号列车呼啸而过。2021年6月25日开通运营的拉林铁路，让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细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西藏考察，乘坐复兴号，从林芝到拉萨，用时缩减到3个多小时。23年前，从拉萨贡嘎机场到林芝八一镇，他乘车走了整整1天。2021年7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林芝调研基层党建等工作。在家里，很讲究的，装修很讲究的，很好。这个房子呢，我100年前。100年了，花多少钱？花了25万。近年来，林芝镇嘎拉村建强村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举办桃花节，兴办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2020年，嘎拉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1万元。进入新时代，我国所有民族地区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我们56个民族实际上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只要我们搞好民族团结，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走，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一定能够啊，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的这样的一个辉煌的目标。祝大家扎西德勒。团结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价值观，
我们不仅要搞好民族团结，也要搞好最大多数人的团结。赫赫始祖，吾华昭昭，昼掩四面，月娥何浩。在人民民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大团结大联合的优势，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最大限度凝聚起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2021年12月4日，国新办发表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程。民主必须真实管用，中国的民主真正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落到实处。我们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那民主啊，和国家治理紧密相关。那么好的民主啊，一定是实行良政善治的，一定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那么我们国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呢国家治理的高效能，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人类对民主的探索和实践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每个人都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把平凡做成了不起。亿万中华儿女把热血汗水洒在中国大地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顽强斗争奋力拼搏，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续写着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英雄史诗。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力量。